你好嘢，好有性格。次次手槍落到你手，你一粒子彈都冇曬，粒粒中曬。我想问你点解要出卖佢？落喺云内茶楼，你班兄弟怼冧咗我伙计，佢系我好朋友。你班兄弟仲杀咗好多无辜嘅人。喂，老友，认识我啊？我谂呢个时候唔适宜搞嘢喎。算了。